开箱啦。疫情。包的好几层啊。好看，麒麟珠宝，很美吧？哇，一堆要开箱的商品呢、啊！不来不来，一来就一起来开箱啦！这是仙女耶，精油，那他还有送我赠品呢，这是什么啊？Q10 跟喝精油，我很喜欢薄荷的味道。可是有机的薄荷。再来继续开箱开箱，这个是哦，那个烟供粉，来。贴布，然后还有送小罐的精油，对，三瓶，但颜色不一样，不晓得它